先生们，我们已经来到马尼拉，现在是马尼拉当地时间12:10，温度28摄氏度，82华氏度。飞机还将继续滑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请您不要站起来，保持安全带系好，手机关闭，直到安全带灯熄灭。下机前打开行李架时，请您小心，以免行李滑落发生意外。再次感谢。